百姓的小代志，都应该是咱新政府的大代志，对无？自居不离台湾人民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办新书发表会，不止与省府时期合作伙伴回味过往，更心系明年大事。两岸是战争还是和平？和平。第二个要去解决的是民生问题，谁有婚外情，有这些东西，解决民生问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看不下去，执政党桃色风波连环爆，宋主席要换自家人做做看。我们希望重新回到国会，亲民党希望在这一次能够有一个在国会的党团，不要多，有个三席到四席。不止立委要拼进国会，总统人选宋楚瑜也给出提点。不是只有关心哪个政党跟哪个政党在你结合，我们希望大家放下成见。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抢那个第一个位置，但是一个团队不是只有一个人呢。身为国亲和始祖，喊话怎么和不重要。其实不止蓝白，就连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也曾来敲敲门。每一位都找了不同的人在找我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开的表态，我要支持谁？为什么？我也要看啊。身为国亲和老师傅，宋主席不在乎蓝白合不合，只在乎亲民党能否再重现昔日光荣。镜新闻王庭、郭彦婷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